今日我将揭晓化身为神所需要的最后一张拼图。我去，刚刚那一下牺牲将能完成一切。我不太相信信仰，但我很确定这家伙不可能成为神。我也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最终成为他的祭品。如果大家同意，请举手。好，也可以继续无数。这点小意外怎么能没问题，我来。 无法运作了。咱们离开这里，这么多人成功抵达下一轮测验，很好。团体所提供的数据只会更多。好，很好，实验结果相当有意思，继续吧。
床是想逃关上，哼，看好了，你们就像是走迷宫的老鼠，必须找出规律并不断重复致死。相信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也能做得到。这个被锁起来了。你们的恐惧之心还不够，好吧，前往下一个区域，我一定会设法改善这个问题的。稍微有点像，他们这次救你，但以后还是会背叛你。记住我的话。这个感觉真的不太妙。还差得远了。
味道像是火星。你的心跳加速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你体内的病毒蠢蠢欲动。没事的，下次一定可以成功的。你以为我怕你是吗？下一个就是你。哎，头盔狂，摄像头关上了。我这打的都是饲料。东西不会传染，对吧？我讨厌会传染的东西。怎么可能？我必须仔细查看数据，在不和病毒融合的情况下，你们存活的几率应该是。